Hello everyone, in this video, I will show you how to write Chinese radical of 反文。大家好，在这个录像当中，我将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写中文的反文旁。The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the radical of 反文 usually related to hitting or tapping. 含有反文旁的中文汉字通常跟打或者是敲有关。那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反文旁的笔顺写法。反文旁由四笔组成，第一笔是短撇，第二笔是横，第三笔是撇，第四笔是捺。那反文旁之所以称作是反文，主要是它跟这个文化的文字啊有一点相近，是演变过来的，但是呢跟文化的文又没有意义上又没有直接的联系，反而跟打敲啊这些意思有关。那下面我们就具体看一下一些含有反文旁的中文汉字是怎么写法。首先我们第一个要写的是攻击 attack， 攻进攻的攻是一个左边是一个工人的工，提右边是一个反文旁，攻击击败的击，两横第一横长短，第二横长，一竖然后是竖折竖，这是一个击。我们把拼音标上去，攻击 gong 攻击一击，跟那个动物当中的公鸡是一样的读法，但是完全是不一样的，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，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。那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把公鸡的公的反文旁描出来，那为什么公字带有反文旁呢？因为它是进攻的时候要去击打，要打打敌人打对方，所以用到反文旁。那左边我们看一下，有一个拆分法，看一下左边这个字，当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字的时候，下面最后一横不是提上来就是一个比较长的横，这是一个工人的工。那取其谐音，因为工人的工也是这个工跟那个进攻的攻是一个读音，但是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。工人的工是 work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下一个，下一个词是改正 correct。改修改的改。横折横竖提，右面呢是一个反文旁，改正横竖横竖横改正，我们把拼音标上去，改改之恩正后鼻音第四声，改正，我们把改正的改字的右边的反文旁描出来，反文旁一般都在右面，
那为什么改正是一个修改的"改"这个字，是用反文旁的？因为古代啊，是去炼铁器的时候，如果第一次模型出来，就是要敲敲打打，把它改成自己想要的形状和样子。所以反文旁这个"改"字啊，与敲打、打击有关。那我们看一下下面一个是我们要写的是失败，失败，failure。失败也可以作为是动词，fail 也可以解释为 fail，就是在中文里面失败可以动词，也可以是名词。失，我们写一个失，丢失的失。失，败，败是一个宝贝的贝在左边，右面呢是一个反文旁。失败。我们把拼音标上去，失，失失，不爱败，失败，失败的败的反文旁在这里，我们用红色把它描出来。那失败的败呢？因为在攻击在打仗当中，打斗当中才有败。所以，跟那个敲打、击打有间接的关系，是一个因果关系。因为先有敲打，然后才会有失败，所以是反文旁。那我们看一下，这边用拆分法看一下，失败的败，这边是一个，刚才也讲过，这是一个宝贝的贝，不 a 贝。share，那在中国古代是用贝壳作为货币的，最早，所以贝有那个钱财的意思。那大家注意这个贝字跟贱字要有一个区分，贝是撇点。另外呢，有一个字比较相近的是撇，竖弯钩，那个是箭，几按箭，箭就是 see 的意思，看见的见，或者是再见的见也可以，大家要注意区分。下面我们要写的是放牧 （grazing），放牧就是带着牛羊到草原上去吃草，这个动作呢就是放牧。我们先写一个"放"，"放"就是放下的"放"，放开的"放"。左边是一个方，右边是一个反文旁。牧呢，左边是一个牛，像牛一样的，但是最后这里是一提，不是一横。右面呢是一个反文旁。那"放牧"这两个字都带有反文吧？就反文这个部首。那一般放牧的话，牧羊娃手里啊会带着一个鞭子，抽着羊和
和牛的屁股，就是去吃草，是有一种赶的意思，所以跟击打有关，所以用到反文旁。放，某物木放木，我们通过拆分法看一下，这边呢是一个方字，方。正方形的方，方，取去谐音，但是是第一声方 square。木的左边呢是一个牛字，牛，那有牛，牛是 cattle，那比较形象的就是赶着那个牛啊。皮鞭抽着那个牛去吃草，下面我们要写的是收割，harvest。收，竖提。竖，右面呢是一个反文旁，割，点，一个小小的宝盖头，横，竖，竖，横折，横，右面是一个立刀旁，割，把东西割下来的割。是欧收，歌，收割。我们看一下反文旁是在"收"字的右面。那一般收一些东西的时候，可能会有，比如说你去收割麦子，那就是把麦子要悄悄的、轻轻的敲打，或者是我。收拾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也有敲啊拍的这种动作，所以用到反文旁。Okay, that's all for today. Thanks for watching. See you next time. Bye.